私の風は森の意志。月は輝き、私は狂う。都不要，找一费的。我希望的是，什么越画越烂，我知道下去了。无限制我真的胜率就不高，我不太会打无限制，无限制各种恶心。神圣皇想起星期一要补习。よろしく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用什么牌啊？这个报名211，他报名了21次，然后只中了一次。哇！洛年很冲，洛年很认真哦。好难哦！张咪，你也是个老观众，你想打吗？你想打？可以啊。反正你说你从来没有打过嘛。可以啊，你就一样喊爆名。嗨嗨咪咕，晚上好。月兔的争议我可以。叔叔比赛大战打完了吗？我今天有打完，那三胜而已，都没有上。没差啦，我就觉得这次就轻松打。无限制来讲的话，我觉得比较轻松。领先还是无限制模式。今天来看叔叔被虐，嗨嗨电鱼，我报一次，还是可以报无限制，不过今天的那一次会给你算一次。那要用几率去做比较，就是看谁几率比较低，我就会优先，大概这样的感觉。有没有学过数学？就是这样。这边来讲的话，其实我比较偏向于是打荆棘之声。搭配进化饼，然后把这个场面整个铺开。那接着的话，等到时尚女王奈尔香搭配有荆棘之声的效果的时候，我可以直接做一个无费的解除。把一只的血量变成一点血，点心晚安哦，点心晚安哦。未看现在的能变假假妖，我很努力了，我已经把它变成偏控制了，不会再变成很纯的假假妖啊。可以在无限制报名啊，我直接把你那个次数移到无限制。这边要小小注意的是，由于是无限制模式，所以说它有可能会有扫全场，好难哦！男人的翘臀，好。又是坑你！悲しい風。我试试看哦。哇，战旗要出来了，感觉是这样。
哎、欸，哦，月兔，对对对，他七飞是月兔，七飞月兔。哇！月兔的声音好设计，什么东西？以这边的进化点来讲，因为月兔会一直回血很麻烦，这边一定要中掉。只是打错没有场面哦。啊，对，我应该留小妖精哦，不是啊，我应该留那个余光嘛，反正我只要有一个位置，我可以夹回家。三乘以七，还真的来啊！这边要注意一个点，就是如果他有战旗嘛，我即使把他变成一点血，两只，一只战旗走点七点，两只各一点，我这边还是不太能赢。但还是要变啊，毕竟减少他多打我的血嘛。接着就有点怕白针了。我现在复制的是滴滴滴滴滴滴滴泥怒之拳。赤弓带几只啊？我带两只哦。我这个。我现在觉得关键是丛林守护者这些东西哎，我还为什么我的牌谁做安呢啊？缺赛品，逢人就问说缺赛品。好啦，不勉强啦，就是如果想要玩玩看，试试看播报比赛的话，现在需要森林的诅咒。这是甲虫花妖，对，这是甲虫花妖，没错。为什么我的花妖什么的都不来？先抽一张好了。看起来要打莉拉了。三点。他家拿到战旗，我就下去了。最后的机会了，包括指定无限是要等到星期一再爆，如果等到星期一的话我会比较开心。多多要踢七了，我的胜率应该很低。哇哦，我是卡场啊，没有，我可以送一只啊。玫瑰花妖是不是刚好三点啊？有赢吗？花妖你怎么现在来？我刚好，哎，这样有赢哎！你看，我就是花妖，就花妖，我已经改过，我把它变成控制型的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欢迎订阅追踪我，画面上也有其他的影片可以点选观看。那我们下回见喽，拜拜。